桥是相声的发源地，看见地上那个箭头了吗？相声就在那儿发源的，就跟那箭头那儿发源的。为什么在那儿发源？是因为那儿是安全出口。对，相声是最安全的艺术形式。文化也要安全生产。对，文化要自信，人民要自强啊！你说你们这观众上当了吧？还跟着往下看呢？骗你们呢！就我最正经，这俩没正经玩意儿。相声在哪儿发源的呀？你管着吗？又不让你管了，我不管，别管了，别管了，能不能来正经的？来听相声。一个没了，师哥先来，你坐这儿，你先说，来一会儿说呀，咱们就跟着忍着。滚！那您说怎么？我听您的。咱研究相声的历史，是不是这个箭头在这儿？哎，那位美女手里把那个标签撕开，咱们看一看。